大家好，这一堂课程我们会来介绍一个基于落实作为沟通平台的开源自驾软体 AutoWare， 那以及它对应的由 LG 所开发的模拟器。那这两者的沟通平台就是透过落实所实做的 RossBridge 这个 package， 在 LG 所开发的模拟器之中，我们透过 Unity 这一套成熟的，目前它虽然是游戏引擎，但它其实也被拿来做相当多的 3D 的应用，它会运用它 3D 物理引擎去模拟一些像是医学啊光学的东西，那我们自驾车就利用它来模拟我们自驾软体，那就是有点像你在玩一个侠盗猎车手这样，那只是你现在不是玩家在控，而是透过我们的自驾软体 AutoWare 在控。那当然在里面模拟器也是可以，模拟器也是可以去模拟对应的感测器的一些资料，那这些资料就会在模拟器端被包装成是 ROS 的 topic， 那透过 ROS bridge 传送到 AutoWare 之中去取用它需要的资讯，那最后运算之后回来的控制指令就也是透过 ROS bridge 回传到LG 的模拟器之中去真的去控制它模拟的车辆这样。那 AutoWare 的话，它会分为三个比较基本的 phase， 一个是 sensing， 然后 computing， 最后再到 actuation。那分别是，透过感测器接收的 sensing， 那 computing 就是在做你接收到感测器资料的时候去做一些运算，来做一些决策。那最后决策所下达的控制指令就是 actuation 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这边 sensing 啊 ，computing 跟 actuation。的 computing 里面其实又分为相当细节的各个阶段，那这些阶段都各自有模组化，那模组化的意味其实就是非常适合落实去做开发，它就非常适合去使用落实的 publish subscribe 的一个机制来做一个 message pacing。 那它模组化其实每一个对应的模组就是对应到落实一个 node 的单位，而我们透过 sensing 啊 computing actuation 这样一个控制流程走一圈，就是一个 control loop， 那一个 control loop 走完之后就不断的去做回圈的控制，那就会完成我们一个自驾软体的一个运作。那接着我们会介绍一些比较主流会用到的自驾车的感测器，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相机。相机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常见的感测器，但它其实运作效能是相当的，运作起来非常吃效能。那它目前会比较倾向是一个辅助，就是来辨识前方的物体有什么的感测器，而不会真的用它来做一个导航啊，或是定位的一些功能。目前是比较少听到这样的应用，但还是有人在做对应的开发。那在 AutoWare 之中，就是用 Euro 3来做影像辨别，就是用 AI model 去 train 前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做 label 这样。那 LiDAR 的话是目前那个自驾车最常见的，也是最依赖的一个感测器。那它就是透过它的运作原理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360度的声呐，只是原本是透过声波做载体，那现在是透过雷射做一个载体。那 LiDAR 打出来的资讯就会像是这样，当它打到周围的墙壁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记录一个点。那如果你是一个平坦的墙，你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点，那就变成一个直线，你就可以得知那边好像有一个类似一道墙的一个阻碍物这样。那这边看到的点云资讯，因为我们是由上方往下看的，所以它看起来像是 2D， 可是其实 LiDAR 扫到是一个 3D 的资讯。那我们之后会做一个实际的操作，你就会看到 LiDAR 呈现的效果。那 Radar 在 AutoWare 里面其实是没有在采用的，目前 Radar 比较被采用的是特斯拉的那个驾驶辅助系统，但是特斯拉驾驶辅助系统如果对自动驾驶有兴趣研究的话，你可以去查阅一些相关文件。自动驾驶其实是0到5级，那目前我们所开发的是基于4级的一个自动驾驶软体。那
特斯拉的驾驶辅助系统其实是介于二到三级之间而已，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自驾的软体。那它就是透过 LiDAR 来做一个前方的物件辨识，那其实它就也可以想象成是向前打的声呐，但是原理的话是比较不一样的。好，那加速度陀螺仪啊，加速计陀螺仪这些东西当然也会被应用在自驾车之中来取得一些姿态。那 GPS， 那这边比较值得一提是 RTK 其实就是一个 GPS 的改良版。我们透过 GPS 的讯号跟塔台的讯号，塔台的位置是已知的嘛，那我们透过已知坐标就可以来修正我们 GPS 的讯号的误差。好，那感测器讲完的话，接着就是我们你自驾车其实跟人一样，你从 A 地走到 B 地，你必须依靠一些已知的资讯来做判断。那这些已知资讯像是什么呢？你拿手机出来做一个 Google Map， 你想要从成大走到火车站好了，那你必须透过 Google Map 来做一个定位，那得知一个路径。那这些地图这些东西对于自驾车来讲，其实就是所谓的地图档。那地图档我们这边最常见的格式就是所谓的 Point Cloud Data， 就是 PCD Map。 那 PCD 就是刚刚 LiDAR 所扫出来的一个资料点，我们可以想象成是我在这个点我可以扫到这样的 LiDAR 的点源，那我向前移动一步，再往前向前，然后一直做不断反复的做记录的话，那我就得到一个完整的地图资讯。那这个就是我们得到一个 PCD Map。 那下方这张图的话就是一个我们这一次模拟环境，它是位于台南一个叫沙仑的地点。那在这个地点里面，我们透过模拟去扫出来的一个 LiDAR 点源，那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3D 的资讯。好，那接下来是一个 Vital Map， 它就是透过向量的方式去储存包含车道线啊，然后周遭的停止线这些资讯。那有向量，那就代表你车道，因为是车道线是有方向的，所以就必须透过向量来储存。那以及十字路口的交汇作用，那这个 Vital Map 是目前 AutoWare 所持的一个格式。那 HD Map 的部分其实就是另外一套百度所开发的 Apollo 的地图格式。那它比较目前的定义其实还没有很详细，不过有人会把它称为是 Vital Map 加上 PCD 的一个统称。那Waypoint 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PCD Map、Vector Map 跟 HD Map， 它比较像是一个客观可以被接受的资料，它是一个 General Data。 我只要扫到一次之后，只要是同样运作机制的自驾车应该都可以拿来使用。那 Waypoint 这个就比较特别，它比较像是你今天要特别的任务的时候，我特别的去录制客制化的一个路径，就是车子怎么走，像是要蛇行啊，然后逆向啊，这样子走出来的一个路径，我把它做透过向量跟速度的记录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红色是一个箭头，它是有方向性的，那上面的数字就是对应的速度，就代表你车子到那个点应该是要有什么样的姿态跟怎么样的速度。那这就是 Waypoint 所记录下来的一个状况，它记录下来就会像这样，会是一连长串的一个路径。那这些 data 分别怎么被取得呢？像是 PCD file 的话，就是 AutoWare 有一些内建的演算法跟工具，你只要有一颗 LiDAR， 你就算手拿着，你也可以透过 AutoWare 去扫出对应的3D 地图。那你的 waypoint 其实也是 AutoWare 里面就有内建，你只要能定位得到的话，然后它就会帮你做一个路径的记录。那 Vital Map 跟 HD Map 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一个高精度的地图档，它必须需要外部像是借助一些比较精密的仪器跟特殊的测量手法才能去制作而成。那目前我所了解的都是透过厂商得到的一些图资，所以这边可能比较没办法去自己去实作。好，那接着进到自驾车感知的部分。感知其实对自驾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去怎么去让自驾车去了解它在哪里的，它在哪里，然后它周遭有什么，去怎么去做一个判断机制的一个前提。那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定位，定位我们就可以透过 GPS 然后以及 LiDAR 这两者来做定位。 GPS 的定位的
原理应该就不用细说。那 LiDAR 定位的原理就是透过一个叫 NDD 的演算法，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现在在已知的一个点云地图上，我扫到这样子的点云资讯，那我怎么样去比对说我现在在上面，哎，在这张地图的哪里，就是不断的去 mapping， 那 mapping 得到说我是在这一个点云地图的这个地方最 match， 所以它其实一个几率分布的一个模型，它是说自驾车在这里的几率是最高的，它演算法的原理也是这样。那可以去看，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 NDT 的论文，它其实是一篇蛮经典的论文。那接着就是 detection 了， detection 就是透过 LiDAR 或是透过 camera 去得知我周遭有什么物件，那我该怎么做回避。那 decision 这一部分比较特别，因为其实在 AutoWheel 实作里面没有特别去针对 decision 设计的 node， 它很大部分是跟 planning 一起去做，一起去实作的，就是你在 planning 的你先做完 decision 就顺便做 planning 了。目前我所接触的 AutoWheel 的一些 node 都是这样实作的，所以 decision 其实没有特别被分开，但是它在 high level 的那种 architecture 上是把它独立出来的，可能是未来有会去针对一些特殊的机制或逻辑去设计吧。那 planning 这边的话就会分成一个是 mission planner， 一个是 motion planner， 那这个是很多导航系统的一个基础架构。你即使是仓储的自走车，或者是到我们这种市区的自驾车，都是基于这样的状况。 Mission Planner 就是一个你从 AD 到 BD 所画出来的一个路径，那通常可能会有一些演算法，像是你要用也可以用 A-Star 或者是 Digestra 这种演算法都可以去画出对应的路径，那它就是一个全域的路径，你就是它会比较像是一个参考。那接着再透过 Motion Planner， 它就是透过你现在实时的资料，即时的资料，就是进来的 LiDAR， 然后 GPS， 然后相机，然后就知道前面有什么，但是我又必须依照 Mission Planner 出来的 Pace 去走，那但是我 Motion Planner 就会依照目前的状况去产生一个短暂，像是要绕开 Motion Planner， 绕开前面障碍物的一个路径，然后等到回避掉这个状况之后，我再往 Mission Planner 所制造出来的 Pace 去行走这样。那等一下在实作的时候也会跟各位展示给各位看，哪一个是 Mission Planner， 哪一个是 Motion Planner。 好，那到 LG 这边的基本架构， LG 其实就是刚刚讲，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游戏引擎，那我们透过游戏引擎的强大的物理的资源，那我们去模拟对应车子的物理状态，然后跟周遭环境的物理状态，那就有点像我们把自驾车放进那种游戏软体，像《侠盗猎车手》这样，那只是变成是 AutoWheel 在开。好，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了AutoWheel 以及 LG 的一些安装方式，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笔记的连结来得到这些步骤，那连结会附在影片之中。好，那接着我们就会实际的来操作一次AutoWheel 跟 LG Simulator 的一个交互作用。我们这边先开启 LG 的 Simulator。这些操作都是基于我们已经安装好的状况下，所以你必须先安装好这些软体才能去做对应的运作，这其实蛮好。那这边是去开启我们的AutoWheel 的软体。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我是基于 Lossy Kinetic 这个版本，它就是透过 Lossy 去做一个它的中介层平台。好，我们这边运作 LG 的 Simulator， 那这边我们会选定我们成大自己所开发的车款，就是这是一个叫林肯的 MKD 的车款，大家可以去查看看。那这边我们会使用到成大所开发的沙伦的地图。
那在 AutoWheel 一开始界面就会像是这样，你必须选定对应的 launch file， 就是 Rose 里面的 launch file， 就会把它想象成，如果没有概念的话，你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快速下指令的档案，有点像 shell script 这样，可是它是透过 XML 这个语言去记载的，而不是透过 shell script 这样去记载。那可以简单这样想，不然你可能 AutoWheel 将近百个模组，那你要开100个 terminal 或者是下100道指令才能完成它的运作嘛，这实在是太耗费CP 值太低了。好，那我们接着运作起了啊，我们先开我们的视觉化软体 RVis。我们开启 AutoWheel 的一个视觉设定。这个是因为我刚开了 map 档，我把 map 档，我把地图档load进来之后，就会长得像这样。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3D 的地图模型。那我们接着这个 sensing 就是为了跟 AutoWheel 这边，为了跟 LG 这边连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connecting 嘛，那我们把它开下去，就会变 connected。那我们就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好，那我们让 simulator 去做运转。这个你如果要同时运作这两套，其实要找一个电脑效能好一点的桌机，或者是有一个办法，你是透过 Rose 的透过 Rose TCP/IP 的连线，那就可以使用两台电脑来把它连接起来。但我目前为了录影方便，我是在同一台电脑上做，所以效能必须很好。像刚刚 Simulator 这样开，其实也跑了一段时间。那我们这边会开启 localization， 就是做一个定位。好，那我们这边，好，可以看到它车辆还没定位，是因为我感测器这边还没开。那我现在要开启 GPS， 我开启模拟器这边 GPS， 你可以看到它对应车辆的 TF 其实产生了，车子它就被定位在这里了。那因为模拟器里面的 GPS 是绝对的，所以它会很准。那你在现实世界中，其实 GPS 不可能那么准，你必须依靠 LiDAR 来做一个定位的收敛。那我们现在要开启 LiDAR。哦，那我们这边就会看到，你看这个是白色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预先处理好的 map 档案。那彩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即时的一个点云录制的状况，点云记录的状况。那我现在把车子往前开。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在做一个行进的，而且我当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它其实物理引擎写得非常逼真，就是会有一个rebouncing 的那种感觉。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点云其实会做一个前后的摇动。好，那我现在先把车辆开到我们等一下要运作的一个起始点。那接着我会再开启往下 scroll。 如果里面 launch file 的细节我就不会细说，如果对它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开启 launch file， 然后去看它怎么 launch 各个 node， 你就知道 AutoWheel 整体开启的流程是什么。哦，那我们的模拟器其实有模拟红绿灯这一块，但我们这次演练其实不会开启，所以你等会看到车子有闯红灯的行为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开启红绿灯的辨识。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会展示我们怎么去绕砂轮这一个场域一圈啊。先展示给大家看，这个就是砂轮整体的长相。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透过 Google Map 去看一下砂轮这一个地图。这个是真的蛮，这是1:1仿出来的，那还蛮像的。好，那我们回到操作上。我这边必须把我们所录制好的 waypoint， 就是刚刚讲到的其中一种地图档，把它录进来。waypoint loader， 我这边已经指定好对应的档案了，那我把它呼叫起来，那你就会看到我这边已经做好路径，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mission planner 已经规划好的一个
global 的一个路径。那接着我们开启我们的 Pure Pursuit， 再把它打开之后，你就看到这条白线，这个就是我们的 Motion Planner， 它会透过不断的 PID 的控制器去趋近于我们的waypoint 的这条线，然后就有点像是寻机的感觉。那这就是我们 Motion Planner 的功能。那我们这边不会展示避障，我们就展示单纯的沿着 waypoint 去走。好，那最后开启这个 Twist Filter， 那我们两边的就可以看到。两边的运作，好，对，这边闯红灯啊，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启红灯刹停的模式，我们现在就单纯的在做一个寻机。好，那它大致上就会完整的跑过一次，就是会绕整个地图一圈，那一些。像是你要控制它车速的操作啊，你都可以在 Pure Pursuit 里面去做一个调整，你的 velocity 可以设到30、40都可以。那这次展示就先用20就好了。好，那。基本的展示就是这样。那如果你对于 AutoWheel 啊或 LG 模拟器有一些疑惑的话，都欢迎写信来提问我们。我们的资讯都会写在联络方式以及资讯都会写在影片的下方的资讯栏，那你就可以去看其中看怎么联络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都非常乐意协助你。那这次课程就到这样，谢谢，拜拜。